要了解几个概念，定句就是正定句，句就是类别的意思，句类啊。这个经典当中把众生分为三类啊，一类是邪定句，邪定句就是必定在六道轮回出不来的，这叫邪定句。还有是不定句，就是它是能够得解脱还是不能得解脱，看他遇到什么缘，由于遇缘的问题就叫不定句啊。不定句主要是指实信位的菩萨，他进进退退啊。那这个谈正定句呢，就是一定能够得到菩提涅槃佛果的，这是属于大乘十住以上成为正定句。正定句也就是不退转，原教初住就破了一品无明，初得无生法忍，就得到不退转位了啊。你在实信位还会进进退退的。好，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感知这一愿对我们修行全过程具有巨大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在凡夫修菩提道成就佛果的过程当中，有三关呢，也要过三关啊。第一关呢，就是脱离三界分段生死，这是一关，这很难。按通途来说，你一定要断见识惑，证阿罗汉的果位，你才能够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叫长一生死不受后有，数浊已半。但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众生来说，想凭自己戒定慧的力量断见或失惑，把它断尽，可以说基本上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人于是这个净土法门对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加批，只要我们信愿称名感通佛力，就能够待业往生，不一定要断见识惑这样这个念佛法门就突破了最难的一关，从娑婆世界凡圣同居的秽土横超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极乐世界虽能分了四土，但是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净土，就等于升到了上三土。又有一关难以过去，就是取证偏证涅槃。一般这个修行人断见识惑这个得偏证涅槃，就是得涅槃了非常的宁静安详自在，就不想出来了，就证得空性不能由空出假由空出假是要发菩提愿的，要再去度众生的。但如果声闻乘他只是自己了生脱死，自己到达目的地了取证就成为顿阿罗汉，不想出来了。在那个九次第定呢又叫漏尽定呢，他不想出来，不想出来就意味着他永远就是一个阿罗汉，他只断了见思惑了，还有尘沙惑没有断呢，还有无明惑没有断呢所以站在大乘菩萨的立场，如果仅仅是取证偏证涅槃，那是叫终止化尘，三百由旬的化尘成佛还在五百由旬的地方这就是焦牙败种，就不能发菩提心饶益众生庄严净土，也就他就断不了尘沙惑无明惑
一般在通途当中，这是一关。所以像《法华经》都是劝勉愚慧的这些阿罗汉，由小乘向大乘，发菩提心，啊，修菩萨道，才能够成就佛果。啊，从三百由旬的化尘出来，啊，向五百由旬的宝属进发，在这一愿，阿弥陀佛的这一愿就啊保任我们度过这一关，就是必至灭度啊，必至灭度呢啊，就是必定是成佛的，不会去中间停止的。那么中间停止，甚至大乘圆教的七地菩萨都有这样的危险性啊。七地菩萨属正的，也就寂静啊真常啊，也想取正，这时候都要十方诸佛要加庇他，提醒他因地所发的菩萨愿，他才重新啊这个啊修菩萨道的心发起来。啊，在第三个就是得阿毗跋致难。得阿毗跋致就是断一品无名，就至少是原教初住。啊，原教初住的水平就功德很深了，就能够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着佛的。啊，这一愿阿弥陀佛保任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天人一去就能得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住在了大乘正定居，正定居呢中间也不会经过七地菩萨的这种陷阱，就一定能够成就大乘的佛果。所以这样你看，这一愿就在提示我们阿弥陀佛的大愿的终极目标就是复念一切往生者成佛的，而且是成就大乘的佛果啊，得阿毗跋致。